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嗯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是不是很浪漫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花呢，是我今天在花店工作表现突出老板给的奖励。还有这些气球，呼出的都是满满的幸福的二氧化碳。好，还有这些吃的，这个是我亲自。 亲自在家门口那家店打包的。哇，这个不是伊斯克利巴家的蛋糕吗？这是传说中巴塞罗那最古老的甜品店，我小时好久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每次从那儿路过的时候，都是一副走不动路的样子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？ 干杯！哎，先吃点东西再喝，要不然胃会不舒服的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嗯，对了，当当当，你用你打工的钱买的？这是你面试那天我就帮你去买的。你现在做了绘图员的工作。 怎么都没有一只好用的笔呢？你别急着批评我，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太客套了。嗯，这个呢是奖励，还有。哎呀，唉，这个是给你的任务。这个呢是西班牙语泛汉语的词典。 西班牙语主题分类图解词典，这个里面呢正好有建筑工程类的主题，这也是词典。还有这两本，是建筑工程的杂志，希望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。你要完成任务哦。哎，你不会把你的零用钱都花了吧？哎呀，这么严肃干嘛呀？我这是投资，这不是希望你好好工作，将来也可以提高我的生活水平吗？ 还是连老板精明，算盘都算到我头上来了。哪里哪里，还是您教的好。吃吧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